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古朴的庭院里，一位年迈的中国老人静静地坐在石凳上，眺望着家族的传统宅邸。他对家庭风水非常重视，将祖先的智慧和传统观念深深地铭刻在心中。他特别注重家中照片的摆放，每一张照片都承载着家族的记忆和情感。在这个家族中，这位老人教育子孙们不要在客厅随意摆放照片，而是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老人领着孙子走进装饰典雅的书房，墙上挂满了家族世世代代的照片，每一张照片都代表着一个时代，一个故事。老人指着照片，耐心地给孙子讲述着每个人的故事，传承着家族的记忆和智慧。然而，年轻的孙子却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这些传统观念是迷信，无法影响家庭的运势。充满好奇的孙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将一张带有镜子和剑的照片偷偷地挂在了客厅的墙上。他想要证明这些观念的无稽之谈。然而，随着那张照片的挂上，家中的氛围逐渐变得紧张而不安。家人们感觉到一股不祥的气息笼罩着整个屋子，运势逆转，不幸的事情接连发生。老人敏锐地察觉到了问题的所在，他经过仔细观察，发现了孙子挂在墙上的那张照片。他震惊地发现，那是一张带有镜子和剑的照片，这种符号代表着煞气和剑拔弩张的气息，正是家庭运势的扰乱者。老人坚定地走向孙子，他强烈要求将不吉利的照片拿下来，恢复家庭的平静和祥和。孙子虽然不甘心，但在老人的坚定要求下，最终同意了。当镜子和剑的照片离开了家庭的墙壁，家中的气氛渐渐平静下来。家人们感受到一股轻松和谐的氛围重新回归，不幸的事件也逐渐远离，好运再次降临到这个家族。一、照片中的珍贵回忆与感悟。在清朝，照相机被视为一种神奇的工具，能够捕捉人们的形象，将时光凝固在纸上。每次照相都是一次庄重而特殊的仪式，人们会整装打扮，精心摆姿势，因为他们知道这张照片将会成为留存的记忆，代表着家族的传承和生活的瞬间。这些少数家庭拥有的照片，不仅仅是记录个人和家族的重要标志，更是展示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家族的荣誉和地位通过这些照片得以彰显，每一张都被当作一种珍贵的财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照相技术逐渐普及，照相机也逐渐进入了普通人的生活。这一进步使得更多人有机会拍摄自己的照片，记录自己的生活和经历。普通人也能够感受到照片带来的魔力，通过这种方式与亲朋好友分享自己的故事和成就。照相机的普及使得生活中的瞬间能够得以永久保存，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自己家族历史的一部分。照片成为了记录时光的工具，让人们能够回顾过去，思考自己的成长和变化。照片也成为了交流和分享的媒介，通过展示自己的照片，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彼此的生活和经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如今我们已经迈入了数字时代，手机和相机的融合使得拍摄和分享变得更加便捷。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瞬间，与亲友分享我们的喜悦和成就。然而，无论是在清朝时期还是现在，照片都承载着相同的意义和价值，那就是记录和分享生活的珍贵记忆。通过照相机的普及，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过去的人们是如何通过照片来记录和传承他们的生活。这个进步不仅让我们欣赏到了历史的珍贵瞬间，也激励着我们继续真实和记录我们自己的生活。照片的力量在于它们能够穿越时间，让我们与过去的人们建立起一种特殊的联系，感受到历史和记忆的连续性。二、家居风水之玄关摆设。玄关作为进入家庭的门户之一，在家居风水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传统观念中，老人们相信将照片放置在玄关会对家庭的风水产生不利影响。这种信念源自对家居环境和能量流动的细致观察和经验总结。首先，玄关是连接室外和室内的过渡区域，也是家中能量流动的入口。将照片放在玄关可能阻碍了流动的能量，导致气场的混乱和不稳定。家庭的风水秩序可能会受到影响，从而影响家庭成员的运势和福祉。其次，放置照片在玄关可能给客人带来不舒适的感觉。玄关作为接待客人的地方，应该给予人们宾至如归的感觉。过多的照片可能让空间显得拥挤，让客人感到压抑或不自在。玄关的布置以简洁、整洁为主，营造一个清爽、开放的氛围，以迎接客人的到来。此外，放置照片在玄关可能使照片显得呆板和不自然。照片通常需要适当的背景和氛围来展示其美感和价值，而玄关往往是一个相对狭小、功能性较强的区域，不太适合展示照片的艺术特点和细节。将照片放在其他更适合展示的区域，如客厅或走廊，能更好地展现照片的魅力和意义。三、为何不在卫生间放置贵重照片？厕所作为人们排泄和清洁的场所，自然而然地与污秽、异味和细菌有所关联。老人们把厕所视为一种负面的能量场，认为这里的能量不纯净，且不宜与贵重的物品相接触。他们担心，如果照片被放置在厕所附近，可能会因为负面能量的影响而失去原有的美好和纯净。此外，老人们也将照片视为家族的荣耀和记忆的象征，他们希望这些珍贵的回忆能够保持纯净和高贵的形象，不受任何不洁的东西所影响。放置照片在卫生间附近，可能会让这些回忆受到亵渎，破坏了其纯粹和神圣的意义。因此，老人们坚持不在卫生间附近放置任何贵重的物品，包括照片。他们通过遵循这一原则，试图保持家庭内部的纯净和秩序。这种观念的背后蕴含着对家居风水和家族传统的尊重，他们希望家庭充满正能量和吉祥的氛围。三、不放的位置大家都了解了，分别是客厅、玄关、厕所。四、照片的摆放风水的讲究。一、照片墙挂照片不用锤子钉子，照片墙挂照片要用漂亮的丝带来悬挂，不用锤子和钉子。照片墙最好是人人都可以看到的地方。照片墙可挂的照片有结婚照、父母照片、孩子照片等，需要悬挂在专门的一面墙上。二、把结婚照或夫妻两人的合照放在西北，会体现男人爱女人多一点。三、结婚照或合照不能被镜子照到，不然会婚姻不顺。四、结婚照挂在床头，有助增进夫妻感情。挂在床头对面，那么夫妻之间经常为金钱而纠缠，也只好的方面。五、结婚照不宜摆摆虎位，想要促进夫妻之间的感情，在风水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婚纱照片放在主人房的床头，因床头代表坐山，坐山代表丁，向山代表水。如把婚纱照放在向山积水的地方，则代表两人在金钱上有很多纠缠不清的瓜葛。婚纱照也不宜放在床的右边方位，风水学中称右方为白虎位，放在该方位则会对婚姻造成不利。婚纱照宜放于床的左方位及青龙位，对夫妻关系最为有利，可使两人的感情升温，幸福圆满哦。最后却非常重要的一点，婚纱照摆放之前，还有一点要注意，婚床的摆放位是否符合风水学。如果婚床摆放不正确，那婚纱照摆放的风水位可以说是无稽之谈。每一张照片都是独一无二的，承载着我们生活的片段和情感的印记，它们是我们与过去对话的桥梁，是我们与亲友分享回忆的纽带。因此，让我们珍视每一张照片，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给予他们应有的重视和保护，让照片成为我们回忆的源泉，让它们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动和情感。在岁月的流转中，让照片为我们带来欢笑和泪水，勾起我们心中的温暖和感慨。无论是喜悦的时刻，还是挑战的瞬间，照片都是我们生命中宝贵的见证。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